除了以外，其他会有任何情况。不要哭，不要哭。大家好，我是马龙，印度人。今天我们要去孟买。我在机场嘛，在这边比较少，人就比较少。不过这边 protection level is 还是 low。我要去孟买了，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现在来这里拿 boarding pass， 比较着急的，因为是这边都没有人有 social distancing。Now we are in the queue. Okay, take the boarding pass. Okay. You guys can see how they check the boarding pass. There is some protection. 在这边还是有 protection 啊，他们就是穿那个帽子。这个是 security。我们看一下哦。这是上红老板，你们应该记得他。他就是跟我们一起去那边，我们就要去那边买货嘛。因为这次杰布那边展览 cancel 了，我们就去孟买买货，祖母绿还有珊瑚。我们本来是很早起来的，不过珊瑚老板太晚了，起来太晚，还有来的机场也太晚，才是没办法。前面的视频就是拍，因为是太急了，跑跑跑跑跑。现在我们肚子饿了，买一些东西了。还有这边都是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坐，一个地方就不可以坐。防衣服 protection 的东西，我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一个口罩，还有 face shield， Air Asia safety kit。要排队了。好像没有空气了。我们看一下这边漂亮的，很漂亮的窗花。我们就找我们的位置吧，十六号。这边的厕所还是干净的，我给你们看。宿气了，现在。Hello。在孟买机场都没有人了，很少人了。第一都没有，国际 international flights。第二，人家现在因为是偷懒了，啊。现在我们就要订车了。Uber， 我看一下多少钱。现在你们看一下，车也是很少，人也是很少。本来这个地方的人跟车都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出发了，我靠，车在这里好热咯。我们已经下车了，有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今天的货已经买完了，今天都买完了，今天我们可以回家我们城市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拜拜，下一次见哦。